哈喽小明，大家好，是你。今天要玩什么？今天要玩的是海伦凡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海伦凡恩最近在高端场非常的强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我凡恩很强啊。戴上口罩，闭嘴。我没有在问你这个。反正呢，海伦凡恩现在非常的强势。那我凡恩。所以今天我就跟志。那我凡恩。好啦。好啦，排位走起 ，Go。最强凡恩豪迈登场，好，没有，我凡恩很烂。我帮选择英雄，你们看小四现在很大一个，那些很大一个，你看，腿超长，想要抓我啊？啊，哎，你要点回血啊？点，你点回血吗？确定哈、哦，我要点那什么二技能哦。二技能也很强。等一下一看到人就开扁，快点进来躲。不用躲了。进来啊！闭嘴。蹲着蹲着。不用。你干嘛？打了。他看到了。没关系。他小啦。没有关系。我好爽。啊，辅助他来。敌人消失。啊，咬牙呢？屁啊！辅助你就咬牙。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。啊，来呀、啊！你玩我，爱最深。没有，哎，他死了。啊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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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赚，很赚。啊！你这一堆魔。喂，我跟你一样多哎。快点给我补血啊！我给你送医啊！对对，就是这样啊！不要在那边照顾着。干嘛啦？我们照顾着，就只是讲一下而已。没有，你怪我，你要谁要怪你啊？怪你也没有用。你这样烂，是你在烂好不好？把我抢走了啦！操你超人！哎，这边的锦一定在这啊！没有，他真的在这啊！快点啊！揍你！这在点啊！你超懒的啦！哎，进去进去！我进去！对对对，每次都是我先扛，这样很燥哎、欸！你要先进去当点人的那个，我才可以疯狂输出。对对对对对，他说对，他说对。进去进去，你进去先 A 啦，好算了，受不了了。你这是要新卡吗？他们怎么一直死啊？快点啊，打这个啊，打这个。卡他。他要绑我，他要绑我。打他打他！他想打我，他绑人，不行不行不行了！好烂！谢谢小文学校。没有意思。他在干嘛？杀小！杀小！你给我杀了，给我杀了！没关系，不是他关歪了、啊。哦，别总想着全身而已。不要啊，救命！我不想要关了。加入。这边走了。帮我，帮我，帮我，帮我！哎，不行，好可怕！为什么一秒过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等一下，什么鬼？
他有病。在干嘛？去塔里面，然后被人关了。他还没打。花了吧？哦。你要死了！你要死了！他没血。你快退！你快退！快过来！你要大吗？快点给我全大！全大是什么？全大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解答线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大。我可以吃吗？不行，就打人打架。他吃了。不要管他。哦天啊，他准！猜不出我的技能。快点快点快点来打人打架啦！射起来！射起来！射起来！反光神射起来了！接手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快点让我断断啊！断！我断血了！断！啊！干！你好死了！断死了！哎呀！断怎么断啦？让我回去受死！我回家了！快点撤啊！他们！撤啊！杀！你的重伤啊！注意，凯撒骑士将凯撒被击败。我的妈！傻小啦！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傻小啦！我他妈都去打那个技能，让他们赶快吃凯撒！好玩的游戏，我们都在看什么啊？他在干嘛啊？傻小啦！嘿嘿嘿，傻小。有没有人可以往前走？那个刺客的他妈给我往后顺！这两个人怂什么？他妈艾里一个人就剁全部了。上去输出啊！我靠，这两个人是怎样啊？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快往前顶啊！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他妈大姐也不放！啊！上路线赶快带一下哦！怎么又是我要带啊？你又不带？我带了，等下就死了。完全没有人要推这个上路线、欸，超夸张。但是艾里一直在那边晃，不知道晃什么，还要死了。恢复还在冷却中。侧边输出，侧边输出，侧边输出之鬼，侧边狂喷，侧边狂喷。炸裂。干嘛干嘛？他要干嘛啦？他在干嘛啦？开个屁呀、啊！兵线都不推、欸，哎，艾里不是分推脚吗？分推啊！注意凯撒路兵线。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想要带线啊！我带线就死了。你别吃野怪好不好？去分推啊！清理兵线。去棒腿，去分腿。欲速则不达。到底是三小，万一带线脚不带线，那你为什么不玩一只打团的角色？靠，这井往前滚，小小。这个太夸张了吧？哎、欸，这波可以吗？感觉起来可以。无情翻跟，无情一直飞，开喷喽 ！Triple kill， 他妈的！
30%。赢了！啊！你开了。43%，太扯了。